这什么情况啊？亏死我了！ 估计是卖了。
估计马拉松了。稳定丢两排呀，这是。是这么快？叫好了。我拖传送了，
鸟还没给，还能再救的。 Thank you.
快啊！然后这边是教电机，魔术修，他去修。你又救不到，三层操刀。刚才有个地窖你不去，这鸟我没看懂啊。他哪救？不是他救，魔术救。卡了一下。
哎呀，你在医院里面。蹲！只要你敢开始嚣张，我就听得见你。跟着前锋，跟着前锋，干嘛呢？我挂不 EMP 啊！这么快？挣扎点满了吧？不能出刀打他，他有鸟，打他我就炸了。他不敢装。
秒救，没球了。 第二次没刮伤，很伤啊。 没刮伤 VIP 就很伤了。我怎么看见薪资的漂移进医院了？是我错觉吗？ 我有追猎啊，完全不需要拆板子。哎，这没中。 歪了，他没用大晕。
空姐消完了，他贴了。 三个人现在全都在打团，我杀空姐，他还怀表，我不想把他放走。那决裂这个东西，这杰克是真好用，一下就叠起来了。 前锋告辞，不是前锋，是黑妹啊。
在不停的白给啊！我现在翻盘机会就是拦住这个前锋，不让他救人，不然游戏就结束。他没听见底牌吗？ 两人还一起跳呢。
到 VIP， 太远了。哎，怎么老放不出来呀？我稳一点吧，我回去看一下。果然，我靠，跑这么快！黑妹，那也得锤呀、啊！挑就完蛋，挑。这就非常稳了呀！来了，来了，快乐全部来了！我去你个！快乐，
这就尴尬了，你怎么把它刷死了？那我换金身白给了呀。妈呀！距离，我的个妈！哇，真的痛，我日，还干呀？点满了这距离。不要回来了，后面有人。卖了。来个正义，没有，来个正义惩戒。调香。
这把我要杀黑妹。哦，真的是真实。我去，这干啥呀？不把我丢屋人吗？黑妹和调香，先直带大房，直接追。哎呦，我没想到给鸟给他翻了。至少要等下一个部分才能带走的。哎，没打到，不然还可以挽救一下呢。大云交了。在大房，两个人都在。那借我打双刀。哎，这么短你也能撞晕的？我炸了！再决游戏结束。这一厘米晕真的该改一改了。
这门怎么才刚开呀？这肯定平不了吧？那1厘米装晕了，那怎么平呢？除非前锋救不到人，感觉上把追猎还是带着好一点。上把带个插刀没什么卵用。哎，不是这个人这么膨胀的吗？送 buff 行为，我去给黑妹送 buff 了，不过也能拖一下修订机节奏，其实也不算亏。这黑妹不就在这吗？那没有 buff 给掉蹭了。谢了啊！我就赶调香师，调香师修石像去了，然后我得把你赶走，赶回去修废墟。先知没有摸佣兵，佣兵现在残的血过来就，我估计给他鸟。趁早换，刷他吗？太无情了吧！原来不知道这鸟想留到什么时候去。可以，他终于迈出了他的第一步。
没有前锋还是好打呀，一有前锋就头大，前锋都不需要修电机，直接跟就行了。好像最近都没给我丢死角落了，这个挺不错的。魔术师，守约，这边八成是结石。100%结实，这不是八成。如果是前锋调枪，他肯定就直接往前修了，只有结实会跑，因为他会怂。我不让他转大房啊，让他转大房我亏。哎呦，我伤，精神慢了。我不挂这，挂这我会炸。片冥想水。亏了呀！还好那个困兽之斗没消，不然这波的开球，我伤，很伤。我换人抓吧，这么快，绕一圈上水就好了。感觉放结石还是难打。
我这把血大，可能平不了。不了，就是因为那个金针开慢了，没挂上人，炸了。下次能提前开就提前开吧。既然一旦下来，就两台电机没了。给你丢个死角落，上把正好说，哎，说不出话。真实。蓄力魔术师，狠人。还有方舟雕塑，他想转点。魔术师可不好救，跟香水干嘛？要打你。他有命要紧，让他修吧。哪去了？下一个结石就结石狗的了，我觉得不是他救，可能还是用笔，或者是卖了，卖了。
他一带色院的，调香师应该也在啊，这把抓到调香师就好了。我操，去晚了。 黑妹。 骗他一下，要等下一个无刃。哎，我应该带决裂的呀。哎，带决裂他就死了。 我有闪现，我怕你啊！不救了吗？ 又卖了，取消插刀小能手。哎呦，我失误了，应该没人偷吧？没人偷还行。 还慢走，为了防止又变尸体，我不出刀了，大不了让他刷一下。
天职没有教子玉，就没把它摸起来的。想干六百分，哎，真的就是站在你旁边，他也能给你盖着。只要你挨着板子一部分，它就百分百就盖中了，真的是牛逼。又是摸起来的，天职蛇月，这边八成是野人或者是调音师。二银吸了。我拉去找吧。正好省张狂了，一人二结局啊。就两台
野人休息慢，野人可以直接打。往那边逛，把那娃娃锤了。正射，有怪人加速，秒救。现在带怀表呢。最后一台先知，估计他想接一点。打个钻吧，他没弹射，鸟没打，野人没治愈。他移动速度慢，两个人现在还开不了门。我没张狂，他治愈的话是能到顶的，小心回头逃了。我觉得像是直接走了，平了。这是条暗尸，都没开门。有人去摸人了，去了钻，
跑了。我好像走错位置了，哦，应该没走错。有一个人在跑马拉松，二楼有一个，然后前面有一个人一直在跑。无所谓，我存尸，等会一套再走。你看，那个先知修人皇，你只要不锤其他人，那人皇肯定有人修，多狠！先知修，不亏。你敢滑吗？是把板子踩了。玩屠夫肯定画质低啊，不然我会卡。我故意改的。哎呦，被他躲过去了，中了就好了，中了就完美了。我有氢气球加速，我不需要用丝，手压电机。食堂。喊你救啊，你救得了吗？你救。他肯定直接扯，那我不着急。现在把幽冥杀了。好像是在这修机子，先知去修小木屋。不应该换时长的，应该换插眼或者传送。其实时长白给了，不过无所谓。那黑妹肯定跑了，她不会救人的。她修完小木屋肯定往三连方向跑了，踩地脚。不回头。
因为我玩人，我肯定也会拍地窖啊。队友的嗝屁了，难不成还去捞一手吗？但你装也没养好。希望那是个医生，那这把差不多了。Nice。我日！来盖板子啊，跑什么？让你盖啊！600分都不要。前方的一脸想要秒救的样子，嗯，不是秒救，这是开球。看来了，坐着能开球呗。直接摸用哦不直接摸前锋啊，可以，那我直接换插眼。因为这把医生再倒地，我可能挂不上人，我只能偷慢一下节奏了。还摸好了，真狠呢。人呢？哎，这还能玩消失啊！完了，炸了！小门看一下吧，估计在小门。找到了。刀这么奇怪的吗？
平局，跟丢屋了，很难受。技能也换的是一坨屎。换传送都比插眼好。目的没地窖。地窖的四号机，他的运气也是够没的。